まあ、いない。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よ。何をこれ。これ。開けて。調査。お前元さん、こっちに来て。熱が下がってきた証拠だ。よし。栄養補給させろ。これバカやるよ。もったいないな。焦りなってやるか。そうだ。何よこれ。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焦るやつがあるか。ゆっくりと。役所が一生懸命作った米だ。その米はお前を元気にするためにある。食ったら元気になるぞ。病気も治れ。焦るな。おい渡辺。うん。あとどれぐらい残ってる。それだけ。そうか。これは大切ねよ。ありますよ。渡辺さん、僕らはここで死んでしまうじゃないよね。ダメだよ。あなたは亀ちゃんのためないの。死んではダメだよ。まるで海にいるやった。ふわふわしてる。ここだこ。いるだよ。軽くて浮いてるみたい。目を開けろ。見る。なんでそんなに離れてるの。俺はいるぞ。俺はいるぞ。俺と十一少年、星を見ろ。星は明るいでね、珍しいですね。あそこ。そのような嘘とかは絶対。ああ、本当ですね。あのスプーンで叩き。Thank you.
何を。できた。小爷不见了，上哪儿了？哎呀，知道我还找你吗？你赶紧起来，快点快点啊！跟我去找小爷，起来起来起来！你先出去，穿暖和点啊！七五，这事儿你到底咋看？要搁你，你会咋做？刚才霍特派员在，有些话我不好说，毕竟他不是航母出身。说句不该说的话，我顶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穿着制服又狗屁不懂的什么专员。子清，你这个性格，实不相瞒。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也认可你的想法。如果我是潼关最高军事长官，可能我也会这么做。谢谢。可是，现在能像你这么想事的人太少了。你放心，霍特派员那边我会去劝他，好让你在这个艰苦的岗位上继续战斗下去。替我，你别瞒我，你这回来是不是要接替我的职务的？上峰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明说。我看得出来，你这个差事还真不是一般人能胜任得了的。说实话，你还打算坚持多久？哎呀，不瞒你说，我已经快要崩溃了。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如履薄冰。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坚持三天，我就需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哪怕这三天把我革职查办，我无怨无悔。三天之后，我就解除禁令，向鬼子的阵地开炮。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这次这个事情还真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下来，上级的压力很大。你放心，霍那边我会尽量去劝说。不过希望不大呀。
爷爷，别进去！行行行，老大，你打他，你坐坐。你们俩来干啥来了？这这么大的事，你自己总不能够跟我们说一声来？我给你俩说了，你们还能让我来吗？瞧你俩冻的那怂样，快回去吧！哦，你还真打算在这鬼都待不住的地方冻上一宿啊？想试试？我方振东要是扛不住了，估计也没人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那你扛住了没有？你看呢？你们俩可别拼了啊！你要是真不想走，我们哥俩陪你待会儿。这早不下晚不下的，非得这时候下，这天儿也太冷了。小爷，要么咱回吧。来都来了，你就别啰嗦了。等到天亮，天亮再说吧。要么我们生一堆火，暖和暖和。哎，我看行。生啥火呀？生个球。来干啥来了？啊？生火？想暖和在家待着多好啊！你还真以为还有活着的鬼子在潼关吗？我信不信没用，得人家万营长信。自从咱们发现了鬼子的罐头盒盒，六天五夜了，这么冷的天儿，别说是人，就是长毛的畜生也早就冻死，说不定尸首早就臭了烂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罢了。嗯，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不管这鬼子在不在潼关，我也不管他是冻死了还是饿死了，一句话，活得见人，死得见尸。只要见着这鬼子，这万子清就没有理由不开炮。只要这炮一开，咱潼关就……小爷，我还是觉得不大可能再有活着的鬼子。闭嘴吧，你咋那么啰嗦，把你嘴给冻着。小爷，嗯，你说这重炮阵地上的粮食怕是已经吃光了吧？现在别他娘的跟我提吃的，你把你那个嘴给我闭上。哎，这他娘的要有口酒，没死。小爷，闭嘴吧你。我有酒。还是你他娘接。给，现在要再有口馍，跟他娘没了。我还有馍。嗯。日你娘的！你他娘的还有多少好东西？没有了。真的没有，妹妹，你看来，你看，真的没有了。哎呀，太冷了，被子，被子，不给你盖。盖好，盖好，来给我。还是你接。小爷，假如啊，我是说假如，你要是个鬼子。现在你在做什么？
我要是鬼子，我现在就在老虎沟。老虎沟？嗯，不大可能吧？因为老虎沟的后崖是唯一一条能够接近重炮阵地的小路。这他娘连万子清都不知道。说的轻巧，老虎沟的后崖是又高又陡，谁上得去？嗯，他行，嗯，我行，别人想都别想。看啥？你肯定上不去。上得去上不去我不管，现在这天真是太他娘的冷了，来，盖紧一点。哦，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情绪，都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你们的长官这么冷酷无情。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亲眼见到日本人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如磐石的意志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头，日军就可以占领我大半个中国的原因。你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们的天职。在我没有下达新的命令之前，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不停的搜山、搜山、再搜山，明白吗？明白。出发。大哥，何涛。大哥，火盆来了，火盆来了，来，火盆，火盆，啊，远点，远点，对对对，好好，放，来，快，放，来来，瞧你生的火，快，来，大哥，喝汤。你这是发烧了吧？这是火燎呢，什么烧？就是有点冷，哎呀，里头往外透着那么冷。那今天晚上不去了吧？去，有口气我就去。哎，你喝了。你喝吧。行了，你来吧。还让不让我喝了？你干嘛？今夜ここに立ち、ここに向かうぞ。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あなたはここで一番の高いの上官ですよ。まだはいろいろなことはあるよ。あなたはいないがダメだよ。ここで私は自分で行くよ。あとお願いします。頼んだ。はい、このことは私は必ずは頑張ります。用水はあるか？最後に水分補給するぞ。あれよ、
時だからこそ正面が酒よりうまい。杨导，霍大伯也来了。他没说啥事儿。通知警卫班，把门口给我守住。一会儿我一叫你，让警卫班进去，把那霍特派员和他那副官给我扣了。营长，这可是犯上作乱，这可是死罪啊！那你想让他们把我带走？是。王营长，坐。我们刚刚接到西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向你宣读一下。自九日军特遣队袭击潼关重炮阵地，被我守军全歼之战绩，特此嘉奖潼关全体将士官兵。鉴于目前日军连续轰炸潼关，以致西北战局危机，望你部接电后立即开炮还击，力争重创山西日军。西安军事委员会，民国28年1月3日。潼关所有的情况，我毫无隐瞒地向您做了汇报。不知道特派员有没有把这些情况都向上级汇报，以说明为何我迟迟没有还击的原因。我仍坚持认为，在此种条件下，必须按兵不动。只有在彻底铲除后患、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还击。你的意见，我们已经如实的向上峰做了汇报。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价还价还有意义吗？请你立即执行。能不能再最后通融一次？我确实是为了党国利益，绝无私欲。王营长，我们都是军人，作为军人呢，我能理解你目前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军令如山，还是希望你能够执行。如果真的出现像你所分析的那样，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如果我拒绝执行呢？你会被就地革职，由董副官全权接替你的职务。那好。请你立即向重炮阵地发出开炮指令。救兵！带二位长官去潼关最好的客栈休息，视如上宾。慢点说，队长，身上说话，身上的兄弟们都饿得不像了，我是从火上跳下来的，给他弄进去，拿点吃的，过来，吃的，快点了，别动，别动，他就伤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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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德子，多吃点，多吃点。能吃你老吃那面干啥呀？吃那肉，那不有肉呢吗？来来，吃肉，吃肉。久饿之人不可饱食。你别扯淡了，你是不是饿成什么样了？合着你是吃饱喝足了，你平时吃的比他多。吃吃，你吃那肉，给他撕撕。啊，这别给他吃肉，给他撕碎了，没事。这是给。弄点水，我让你吃了，不让你给人家吃。那么胖，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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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别噎着，德子。多吃点，多吃点。能弄点水，赶紧吃。不能吃肉。知道，知道。弄点水，弄点水。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德子，来喝点水，喝点水。小燕，小燕，你干什去？干什去？他妈得问问他。拿炮当祖宗供上，为啥不开炮？哎呀，他要能开炮，他早开了，那是有命令的。你不能去，来来来来来，使劲吃啊！不够还有啊，那个太噎了，要不吃面吧？不那快快快，弄点水，弄点水。我去，还没吃饱。慢点，慢点，给他点水。行。没事，大夫一会儿来啊！给他撸撸，给他撸撸。拿手，摁住他嘴！顺势，顺势，顺势！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对，我是万子星，重炮阵地那边情况怎么样？好，一定要注意隐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炮还击，违者军法处置。下令开炮，我就松开你；要不我就砍了你。下令！不可能，方振东，别做梦了，绝不可能开炮。昨天晚上我自己试过了，我方振东趟不过去的河，没第二个人能趟过去。多冷的天呀，是狼是畜生都他娘的给冻死了。就你，我有兄弟给饿死了，你看没看见？你看没看见潼关现在是个啥样？还不下令？不用看，我他妈不用看，我都知道。但是在没有确定最后安全之前，我就是不下这个令，我就不下，你能咋？你剁了我！
你剁了我呀！你信不信？你剁！你信不信？信不信？剁！信不信？你剁！按原计划，去独立大队缴械，与抵抗者格杀回来。小吴呀，我先是拘押了军情处特派员，今天又解除了独立大队的武装。独立大队没啥，关键是那特派员，把他软禁了，要论军法处置，我可能要坐几年牢。这还是往最好处想。咋样？嗯，我走了以后，你想去哪儿啊？别哭了，哭啥呀？啊，说话。去哪儿？我去哪儿？到那个时候，我就说话不算数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你跟着蓝云吧，到他那儿还能学点手艺。回头我们胜利了，你靠这手艺也能混口饭吃。咋样？你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好，好，我争取啊。这事儿闹到今天这地步，还真是不好收场了。不管咋说，再坚持这最后一天一夜。明天早上，不管有没有找到那个鬼子的残余小分队，我都要立即解除对重炮阵地的封锁。那现在咋办？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搜。時間だ。作戦を決行するぞ。少佐、お願いします。任せておけ。お前がしくじったら
私もお前の後すぐに追う。安心して死んでおい。よし、爆薬が仕掛け終わったら赤色信号弾を3つ空に撃て。我知道大家辛苦了一整天，搜了一天还是一无所获，不过越是到这时候越是不能放松警惕，再咬咬牙坚持最后一晚上。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所有的重点怀疑区域，尤其是三岔口这一带，要配备双岗双哨。岗哨的换岗时间由3个小时改为2个小时，最后再对一下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28分，到明天早上8点整解除特级警戒，并向重炮阵地运送补给。1分钟也不许耽搁。